回到新闻现场来看看这样的画面，农历七月看到这一幕其实真的有点毛毛的。这是台北市大同区一家玩具店的老板发现门口有两只限量版狗仔不见了，调监视器发现是一名长发小偷行窃，不过他全程头低低，而且披头散发的模样马上让人联想到恐怖电影贞子，还以为碰到了灵异事件。幸好警方调查发现这是一个男扮女装的惯窃，为了躲避查缉才会戴假发犯案。长发窃嫌锁定玩具店门口的公仔，偷了一只嫌不够又折返回头再拿一只，业者收店后清点数量发现遭小偷，赶紧调出监视器。不过大半夜的，现在又是农历七月，只见画面中窃嫌全程头低低还披头散发，跟恐怖电影贞子相似度超高，越看心里越是毛毛的。第二个他就从那边直接拿走再一个，也是一样魔神英雄断的玩具。正以为碰上灵异现象，远景同步调阅周遭监视器，才发现这小偷不是阿飘，而是男扮女装的男惯窃，戴上假发全为了躲避查缉。那他如果是随便乱偷，不可能是偷这个，偷这么贵又这么新的东西。被偷走这两只限量版公仔才刚上市不到一个月，嫌犯专程换上假发和长雨衣到台北市大同区这间玩具店，就是看着日本人气动漫《魔神英雄传》的主角龙神玩公仔。因为台湾数量少，相当稀有，两只市价就超过8000元。而得手后迅速返回巷内，脱去假发及雨衣，骑乘机车于台北市区内来回穿梭，企图混淆警方。这名江姓嫌犯有多起窃盗前科，大热天还戴假发装神弄鬼，以为藏得天衣无缝，没想到变装过程全被拍到，吓唬得了店家一时，可躲不过警方一辈子。记者张宏林一行台北采访报道。